当时还在下着雪，然后我们就下去玩雪了，孩子也很喜欢。我们下去的时候呢，发现旁边有倒的树枝，倒的吧都是小树枝，然后我们就感觉雪快下完了，应该是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呢打着雪仗呢，我突然听到那个树咔嚓一声，然后我吓得我一激灵，我就转身抓紧抱着孩子跑，就出于应该是本能吧。完事之后呢，孩子反正就是处于懵的状态，就是感觉我爸怎么把抱到这边来了，然后我回头一看树倒了，然后声音还挺大，吓孩子不轻。